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关心在地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大中华新闻，我是吴秀文。今天是新历三月二十六，旧历二月初七，礼拜四。咱先来关心今天三十秒新闻重点。寺庙倒数古月期增一支骑机马环岛来到彰化站，竟然被公车司机逼车，而且佫对志工做出不雅的动作，画面全部被行车记录器拍下来。高雄新闻张报道，伫了港顶环顾笑一名怪男子黑白踢学生囡仔，伫了警方追查以后，抓到这名男子，到案说明的时阵，伊阁规身躯臭酒味。争取真久的河滨区事馆，终于伫关机关甲关户争取2000万的经费以后动土兴建，未来将会栽培武术的优秀选手为中华进攻。新闻小三，咱来关心哦。这彰化人的人情味一直是咱的骄傲，不过伫咧画面当中，这个公车司机的行为算是非常的危险。这个折翼天使郭伟奇，因为细汉的时阵破病，伊的司机拢互切断，不过伊嘛是真有斗志，装着一直要骑铁马环岛，皆因路嘛有热心的志工是骑重机来保护。想袂到伊来到这彰化市区，煞去这个公车司机恶意来逼车，公车的驾驶甚至阁向这志工。工作出不雅的动作，这恶质的行为嘛，全部靠志工的行车记录器拍下来。折翼天使尾气电台伊的性命倒计，装着一支来骑卡达车环岛，沿途拢有民众替伊加油打气。加油加油！车队来到彰化市，虽然加油的人同款真多，不过嘛有真恶质的人。画面当中看到客运车的驾驶真明显是咧逼车，规个过程拢予志工拍下来。客运车恶质的行为也唔拿逼车，甚至佫对车队做出不雅的动作。他往外切的时候，结果就应急啊！结果重机人因为要帮我挡啊，就对着那个重机比中指啊。针对客运车驾驶的行为，客运公司人员嘛表示会展开调查，而且对当事人表示道歉。如果事实是我们的错的话，那请代表公司向郭伟琪小姐啊。那陪伴者及车队维护者啊，致歉，那公司会再做细心检讨，做处理。另外，警方表示，客运车的行为已经明显违法，逼车的行为，警方迈进行调查。调查属实的话，会当开罚6000到24000元，而且吊扣驾照3个月。大家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上大中华新闻有报道，伫咧鹿港一名怪男子伫咧路诶看到学生囡仔伫乌白踢，经过警方追查以后，发现这是一名失业诶醉汉，而且还阁有真侪项不良诶前科。男子到派出所以后是规身躯臭酒味，伊嘛承认因为酒后情绪失控，才会来出卡伤人。胡乱占合同的温室男子来到派出所的时阵，规身躯拢也是臭酒味，表示哦，是因为啉烧酒了后情绪失控，才会占囡仔来出气。囡仔好靓啊，怎么错啦？我酒醉啊！你酒醉啊？酒醉在哪呢？我知影我唔对啊。24号下晡5点外，一名国小男童拄下课要返去厝的时阵，经过温室男子身躯边的时阵，向向后站一脚，男童惊甲赶紧落跑，男子嘛回头，目睭青冷冷的一直影。事后男童家属气袂过哦，调阅监视器，甲影片抛去恁网络，互愤慨的网友讲，一定爱抓到这名胡乱占人的这嫌犯。警方根据影片锁定温室男。主是把人抓到派出所来约谈。酒醉啊，我唔是故意。酒醉想来拍囡仔。这个温县民众经常喝酒，在当时的状态下，他是一个泥醉
神志不清的一个状态下所为的施暴。他向警方供称，是因为喝烧酒醉才胡乱斩人，他也知道不对啊。警方最后将他以伤害罪嫌上班，也让附近的民众是真放心啊。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这几年，这河美的武术队是时常伫咧武术比赛得到好成绩。为着要推广武术，同时栽培更加侪优秀的选手，争取真久的这河美武术馆是将伊动土兴建。馆长魏明讲嘛，特别勉励所有武术队的选手为河美甲为中华争光。训练有素的武术选手卖力表演，展示出河美变作武术重镇的实力。有着提供更加完善的武术训练场所和比赛场馆，馆府编列2000万的武术馆，在河美高中第二校区正式动土兴建。今天我们很高兴啊，来举办这个动土的典礼。相信啊，我们有很好的训练的场地，有比赛的一个会馆。相信我们的啊，这个选手的比赛更能够有杰出的表现，我们和美的武术能够扬名天下，好不好？为武术馆奔走真侪年的关技官萧文雄感谢各界支持，也为后续供应资源来签名，让武术馆充分发挥功能。咱的武术在咱和美，在我早期，包括阮主席、阮议长，对上海头啊地方的经费，道道讨，道道成立。而且我先感谢经费的缺陷吼，所以顶届啊年底是干那一个先初批，吼先初批起来，所以后壁会一挂软体，嘛要拜托咱各位县长跟斗相共吼。何必是推广武术运动上佳积极、成绩上好的所在，嘛因此累积着丰富经验，甲优质选手。新起武术馆为选手注入着强心针，嘛期待未来何必武术扬名国际。大专新闻台门新何必采访报道。中州科技大学积极推动品德教育，甲中华民国大众爱心关怀协会做伙亲自南投的原住民部落来关怀弱势。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宫中华饭本港进乡正式登录为无形文化资产，全国保留上座鼓励文化活动的宗教性事。咱预定3月24日下在8点起驾典礼，进行着咱的万龙跑礼、祝圣大典、庙客以及接灵香。3月29日下晡1点绕境祈福。活动总共有6天5夜，全程用行路方式。欢迎大家来参加。凯擘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给你看得到的安心，看得到的安全，看得到的守护。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6折优惠，只要150元起，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记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凯擘大宽屏。
跨界合作，全新优惠，现在办200Mbps光纤上网，只要999，免费送 TeenLab 耳一号潮牌耳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小文。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二月七八。根据这通书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南平，好时是早起9点到11点，适合着立款甲交易。另外，阁有啥物禁忌提醒，做回来关心。今日咱继续要来关心文教消息。偏乡部落的这居民一直是咱台湾较弱势族群。阮林中州科技大学的学生，甲这中华民国大众爱心关怀协会来合作，思想是做伙来到这个南投仁爱乡的武界部落来进行关怀服务。透过这一日的服务课程，让学生更加知影爱珍惜甲感恩。拿着简单的物资进入原住民部落，中州科技大学的学生一户一户去了解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毛学生发挥专长来帮这群原住民的长辈加头毛整理文明。学生讲，这座偏乡的服务行程，让因亲身感受到城乡的差距，嘛更加知影爱惜和感恩。告诉自己说要珍惜啊，惜惜福。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就是运用一点点资源，运用一点心力，把东西带到比较偏向的地方跟他们分享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他们或多或少都是有帮助的。草堆老师指出，学校积极推动品德教育，让学生实际参加关怀甲服务，用行动来落实三好运动。存好心啊，那说好话做好事。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好存好心再给他发扬，好事也做了，对吧？啊，然后来到这边来以后。看到这些独居的老人跟弱势的团体哈，那我们大家都激发我们大家对他们的一种关怀。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透过这种爱心的活动，让自己也更能够成熟。校方强调，学校规划真侪推动品德教育的活动，让学生伫咧求学的时阵有机会付出家己的爱心，贡献伫学校所学到的物件。大专新闻主持人关林采访报道。中华关学生校外会带领着一群学生哦，前往在苗栗的山区的山地训练中心来举办自我成长营。因为这群学生是真特别，因曾经接触过这毒品，所以应对是特别安排野外求生、溯溪、攀岩等等的活动，来加强因的自我管理能力，拒绝毒品。恭请县长授旗。馆长魏明国授旗后，中华学生校外会所来四天，这群学生将要在苗栗的山地训练中心，透过野外求生的技能、攀岩、甲溯溪等活动，带领学生对活动中培养问题解决的能力，运用正确的沟通来提升自我的信心。我们参与活动的学生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师长以及我们相关伙伴对他们的一个关怀，借由这些关怀以及活动的体验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然后来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中华地方欢迎家属长的丁丁表示，囡仔拢知影毒品的危害，不过因为同伴的压力无法度远离，鼓励囡仔一定要勇敢来对抗毒品的引诱。是有心要戒除毒瘾，并且有旁边家人一种始终的支持的，然后戒除成功了，才大概占1/10而已。那其他的人怎么办？那就是一直在监狱当中往返，所以他到了最后，变成不是死在监狱，就是死在。是在这个吸毒的一个过程。因为参加自我成长营的囡仔拢曾经接触过毒品，成长营的目的就是要让囡仔勇敢来接受挑战，规划家己的未来。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
继续来看这个特殊的画展，素人画家刘怡琴医生，伊是真喜欢画画。去年伊的爸爸往生，伊就将对爸爸的思念透过画笔，真实来呈现出伊的感受。即位伫咧陕西参园艺廊的妈孙啊，四代的画展，就是刘怡琴一家伙啊，要甲大家分享的，因对生命的热情甲感动。壁顶的每一幅画虽然无真理论性的构图用色，但是让人感觉真有生活温度和生命的感动，甚至是充满囡仔的童真。家己科医师刘怡琴边看到旧年爸爸过往的艰苦，照着家己甲厝内人做伙画画创作，呈现生活中真实的艰辛苦涩。这个画作为了要纪念我去年十月过世的父亲，在乡长跟县西图书馆林先生的帮忙下呢，提供这么好的艺文场地，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就把我的爸爸还有我的阿嬷，今年90岁了，还有两个双胞胎，今年小学4年级，把他们的画作一起跟大家分享。刘医师用真实的画笔来讲到生命的故事，也真热心甲在地学子分享伊的生命经验，更加鼓励大家一旦想要画啥就画啥，来画出心中的感动。我是因为在彰化进师堂有上那个朴实艺术课，那画画老师他其实不教我们画画，其实是教我们把用画画来说故事的方式，对啊，所以这些画其实都是记录一些我的人生故事。后来因为在县西国中就在附近，然后有这个很好的机会，说老师有位苏老师呢，他就很有心，然后带了好几个班的同学来，那我就因为借由这个机会呢，把我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人生的一些体验呢，用小小的简报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也鼓励这些小朋友。刘怡琴的妈孙啊，四代彩绘人生画展，当地陕西图书馆参园艺廊展出到3月29日，民众会当好好欣赏，了解每一幅图背后的小故事，凡事也会当得到无同的惊喜。大众新闻单文清陕西采访报道。讲到亚沙乡镇来看，鹿港一间二手的册店，这头家黄志宏来发挥创意，将这古厝大改装，好民众会当看册、饮茶、顺耍来欣赏到日本建筑的美丽。凯擘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给你看得到的安心。看得到的安全，看得到的守护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6折优惠，只要150元起，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凯擘大宽频，跨界合作，全新优惠，现在办200Mbps光纤上网，只要999，免费送 TenLab 耳一号潮牌耳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凯擘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给你看得到的安心，看得到的安全，看得到的守护。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6折优惠，只要150元起，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
咱即马收看的是大中华新闻，我是尹小文。宗教消息，台湾世界拢有这土地公庙，是真普遍的民间信仰。不过，伫咧这陕西德兴村这间百年的土地公庙，已经特别咯。庙内唔呐只有这福德正神，毛敬奉着像关公甲三太子等等20尊的神尊伫咧庙内，显示着咱台湾人对这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陕西德兴村的庄头有一座百年的土地公庙，受到民众虔诚的敬拜。特别的是，小小的土地公庙内底，除了奉祀福德正神以外，也阁有真侪尊无同的神像，将近20尊神像做伙伫咧这间庙，变作真特别的土地公庙。有人啊，有嘅无倒去，就家车来去多只奉祀啊，吓啊，奉拜拜咧啊，诶，真久咯，诶。迄已经百多年咯，百多年啊！哎呀，百多年咯，嘿嘿嘿。啊，刚才讲这拢是啥物人过来？啊嘛，唔知正人个，正人请来的。这座土地公庙庙内有关公、三太子等神尊，受到各行业的信众敬拜，香火真旺。信众嘛是抱着有拜有保庇的心理，并无伤侪禁忌。做香火真旺啦，做生意的啦，做啥的拢来咧朝拜啦。土地公啦，嘿，正人个土地公啦，啊，富军各村拢真侪人咧拜，啊，迄代拢会拄着较济啦。我啥物神明拢会摕来去，迄有诶从厝要走啊，拢会搬来去，拢摕来去咧。啊，当正人讲，当去朝拜咧，哦，顶村的神足兴个啦。土地公庙是真侪尊头拢看会到，守护神数量是真多，但是遮尔侪尊神明做伙奉祀的土地公庙也是非常的罕见，显示出民众对神明信仰的多元包容。大专新闻台目前陕西采访报道。在鹿港三马巷街有一间真特别的二手册店，这间册店是对日本昭和6年的这古厝来改装的，而且内底册拢是这头家黄志宏的宗祖，真有创意的黄头家哦，搁将这派去的厝顶窗啊来改做橱啊、桌啊、椅啊，来带乡亲来去看卖。位在鹿港龙山寺三巷街内的书籍喜事，是一栋昭和6年出世的老厝。伫咧2014年重生了后，变成一栋真有古意、甲现代文创的二手册店。其实一间房子，它最重要的是它的格局。你里面有格局的，里面的格局才可以反映当代人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虽然是二手册店，但是一日来到内面，处处是惊喜。古厝拆掉的窗啊、门板、红棉床、阿公级的音响、古迹、防空洞，这每一个物品拢有讲不完的故事。大小好坏我全部要留，那留下来了以后，我就是看我本身需要什么，譬如说要订书架。然后我就从旧料里面找一些适用的材料来定一个书架，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还有剩下的旧料，我就会思考说这些旧料可以做什么，所以就把全部的这房子的旧料把它使用在这间房子上面。特殊的建筑风格也来见证时代发展，因此外化古迹就为黄志宏本身做起，就由二手册店、饮茶、休困，让学子、游客、居民加一个交流的空间，也让人感受到老厝不只会当保存欣赏，还会当融入生活内面。家里自己有很多书，也喜欢买书，所以开书店可能认为是比较适合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因为你要有营业，有一个营业可以营业的话，那可以让更多人来看，来发现老房子本身它的美。所有古迹老厝保存无容易，要让古迹老厝活化更加无简单。二手册店担起文化传播的责任，嘛让古厝有了新生命。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总交易量是145公吨，平均交易价是每公斤12.1元。来看详细交易情形。价上价17，中价12.5元，下价9元。昨日菜上价8.3元，中价6元，下价4元。包饲料上价10元，中价7.5元，下价5元。面条上价60，中价50，下价40元。蔬菜花
粉上价50，中价48.5，下价47.5；土豆上价28，中价18，下价10；花菜上价21，中价17，下价13；鸡蛋上价40，中价24，下价12。中价70，下价50；葱啊上价22，中价18，下价14；红菜头上价13，中价10.5，下价8；菜头上价10，中价7，下价5。继续来关心气象报告。气象局表示，在明仔载伫咧台湾附近会有这方面的通过，所以中昼进前天气同款是无稳定。咱中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雨，而且在爱到礼拜六，这落雨情形才会来减少，气温嘛会慢慢回升。伫咧气温方面，咱中华地区明仔载温度是19度到23度，落雨的几率10%。来看详细温度预测。就是今天3月26日礼拜是大中华新闻嘛，感谢您的收看，祝乡亲有一个美好暗暝，我是吴秀文，咱再会。凯擘大宽频跨界合作，全新优惠，现在办200Mbps光纤上网，只要999，免费送 TenLab 耳一号潮牌耳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凯擘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给你看得到的安心，看得到的安全，看得到的守护。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六折优惠，只要150元起，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
跨界合作，全新优惠，现在办200Mbps光纤上网，只要999，免费送 TenLab 耳一号潮牌耳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